回忆了。现在我都还印象很深刻，就是你腰上撇个随身听，一路走一路哼歌，一路走一路唱，基本上这就是每天你上学的标配。标配。陈门小吃。要不要尝一下？要不要给我整一两哇？真的是一两哈，你不要弄太多了。三两好多钱呢？三两11块。三两十一块。这边没看招待你。不要招待，我肯定要给钱。来来来来。哎呀，咋了？第一口下去啊！你这个肯定很照顾我，这哪是一两呢？起码二两。咋样呢？还是小时候的味道。来了来了来了！感觉怎么样？就是它。就是它哇！阔别多年，就是它。张杰竟然在新坊找到了小时候吃过的面。我觉得我们小时候是吃一份21块，比如说婆婆就会说拿1块钱给你去吃面，拿1块钱给你去吃粉儿。那可能差不多就是5角钱，1块钱1块5，差不多这样。到后面变2块。对。哇，这个饺子只有这才有的这个饺子，因为我在其他地方吃，哪怕在成都中水饺，它都不是这个味道。小时候爷爷还经常给我们扯甜水面呢。哎呀，差不多就是。其实这个就甜水面的味道。哇，这饺子味道，我要说一下饺子味道，可不可以？真的愿意，我给你拿，说起走啊。甜酱的意思就是糖跟那个酱油熬起来。想把小时候的味道留住，以后想家时就给自己做一碗味觉上的故乡。哎呀，好像要到了。对，我的家要到了。这个楼以前就是全部都是平房，然后这个地方旧城改造就拆了。我其实上次回来的时候，爸妈好像跟我说过，是只要我看到店装就晓得是，但是有很多店装。对啊，有那么多个店装，你看哪个上面的线比较多嘛？我觉得这个比较多。那5岁的时候，就是跟爷爷在一起住在那个家最多的时候，然后爷爷会教我唱川剧的诀窍，教我很多事情，人生的小道理，就是你人生你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。你砌砖，你要一批一批的往前砌，每一批你要对准对齐。在那棵泡桐树下面，爷爷就把那个录音机放起，我跟我就在那跳迪斯科。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家了。这个定位应该是差不多在这个位置。到现在，我就觉得刚好可能就是这两年，就是太想要找到回忆里面那种很珍贵的那些碎片式的东西。站在40不惑的关口，张杰回望童年。在人生起步处寻找下一段的力量。哎，新年快乐！端爷，端爷，新年快乐！端爷，于叔叔。啊，于叔啊。对，我之前在这儿才几岁，5岁吧。端爷是初中的，我第一次在这唱歌，我讲的。第一次在你。第一次在这儿唱歌吗？哎，第一次就在我们买了音箱，买了话筒。整个一个小组，我们小组，你们八一个小组。哦，我就记得我，因为我8几年就搬过去了，86年还是87年？哎，我是82年的。对，我第一次在您这唱歌。哎，最起码给你唱歌到现在为止，最起码30年。30年。30年。对，我都已经超过30了。对，超过30。张杰是厂矿子。这里的叔叔阿姨看着他长大，哎，可以，还替他保管着他自己都忘记了的童年记忆。回头我看我把它存下来，让我妈妈或者谁拿过来给你们。好，就是滴点大就看了。滴点大，我从小就在这走的嘛。你戴的口罩，我有点。黄姑婆。哦，黄姑婆，哎呀，你戴的口罩，我就说好久都没看到你了。80年代风格的家属区里，还封存着上世纪中国大厂浓厚的人情味儿。小贝，你咋跑这儿来？听说张杰回来了，初中同学特意过来见见他。4个人，然后我们唱的《真的汉子》，啊，然后4个女生唱的《姐妹》，张惠妹的《姐妹》，我们是一个串烧。然后我们还要在那个教务处门口，我们站一排，还要去给他们演给他们彩排一下。彩排一下，这省节目嘛，省节目，对，省节目。我再把这个地方配一下。我现在。正在我以前住的更老的家里面，老公房的一个地方，然后自己走在这个地方就觉得有点不真实，因为我觉得现在长大了，所有东西看起来就很小。小时候住过的地方和疼爱自己的爷爷都已消逝，但被爱过的感觉不会消失。我还是爱我的外南街。
无论我在哪里，无论我在上海、在北京、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，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的家乡。20块钱一杯花茶，在冷清的古玩市场的负一层，每天下午2点准时开演，全年无休。这个场景就让人想起来小的时候去看爷爷唱川剧的时候。我就把它当成是那个川剧院呢，哈。但是好像少了个爷爷。张杰和表姐来到藏在成都地下的三花川剧团看戏。20块钱一张票。20块钱一张票。三花川剧团演员平均50岁，观众平均年龄70岁。剧团由三位川剧女演员创办，年轻时忙于谋生，人到中年，他们决定回到一生所爱的川剧。剧团不赚钱，他们都要在外面接商演来补贴。出场前亮这一嗓子，老观众就知道三花中的二花武艺出来了。而且我们演艺圈就是演的，杨木兰。但是我印象当中爷爷没穿过这个衣裳，但是穿过这种衣裳。还是需要一种解释。这个时候就觉得，如果爷爷在旁边就好了，全部都看懂了。开始我还不确定，后来记忆他一边演，我记忆一边回来，到一些 pose 动作的时候，我就发现那就是我爷爷最喜欢做的动作，就好像爷爷在台上演，我在台下看，就很感动，非常感动。这个唱戏的我觉得魔力哈，你真的是要坐在下面才会感受得到那个魔力，就是电视给你拍下来就少了一半多了。我们这个就是地地道道的，非常地道。因为像我们以前观众，老观众是每天来。我旁边有个刘爷爷，嗯，基本上就是晓得你们是哪个是哪个，还跟我说这个武这个唱的，哎呀，武玉罗勇，他说唱的好，他说懂得起。穆桂英啊。要说错了，这个是个妖怪。哦，妖怪，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但是很像乌龟，但是很像乌龟。他今天演的乌龟也要打扣子。哦，有一个那个。哎，对。啊，我记得了。那个他今天演那个就是妖怪。铠甲那个就是铠甲。有那么漂亮的妖怪？就是妖怪，就漂亮才迷得到人噻。对。那我们唱嘛？唱不唱？唱不唱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也可以的。我先看一下衣裳都。先看衣服，这个可以。哎。你真的是穿过这个颜色的？有。那我们拿个。忙了。我一下就看到。不是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这个就直接穿啊，里面不穿东西啊。还要打一个白巾巾，我记得好像像围巾一样的。有，是吧？樱桃，樱桃，樱桃这样的。是贾玲嘛，是不是？对哦，贾玲她的白的才好看。哦，然后这样一甩。哇，杰哥，好高哦，你好高，你穿起简直是。啊啊啊！是
或许因为张杰爷爷也唱川剧，三花的演员对张杰有一种自家人的亲切。我要出场了，那会儿还那个罗哥教我两步哈。好好，你身材好好哟。罗老师，还教我两步哈。要拿宝剑是不是这样子？哎，对对对。哪儿受不了？你不要脚脏，你看嘛。你说，画得好不好？哎，对对对。穿上戏服，张杰有些激动，仿佛走入了爷爷的世界。没想过我会试戏服，我也没想过我穿起来还像那么回事儿，就是觉得，哎呀，如果他在的话，看到我穿那些戏服，然后我又去表演，那一定是一个让他非常自豪又非常就过瘾的一个事情。好云玩儿，好云玩儿，对的。这个你还可以。哎呀，要是爷爷在的话，看着。哦，绝了。那当然，现在爷爷虽然走了，我觉得这些东西都留下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去做 mix pop， 加上了川剧，还有说唱、摇滚、电子，全部融合到一起。这也是我未来最大的一个主流的方向。希望把爷爷的喜爱的东西用一种方式传承和融合进去。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心愿吧。嗯，好像我都没有弄尾腰嘞，是不是要来个尾腰嘞？有，来尾腰。哦，这样子才请了大厨嘛，花椒粒二十克左右，大概差不多。还要点儿吗？你十五粒都不到，可能。行，然后把那个泡海椒。因为疫情，张杰已经两年没有回家。这次春节，他想跟爸爸学一样拿手菜，以后可以做给自己的孩子吃。多炒一下，就是使其他的这种香味就出来了。哦，已经出来了，我已经闻到了。哎，出来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那个鳝鱼啊用手抓，哇哇，我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对了对了对了，忍不住上手了。不是，太对，就爸爸的手势一看就是经常在家做饭。这个时候就好了，我们就可以起锅了。你不要好看啊。啊，要来得好看的嘛。啊，对对对，红油嘛。嗯， OK， 对了，好的。哇，这碗全是蒜，哪个吃到这碗蒜他聪明。厉害的东西来了啊，四川泡椒红烧三段。这样子好吃，不行啊，摆一起。哎，我来了。哇，好重，好重，好重。那你让烫的了。我们好久没，好像没有一起这样子做过菜。没有太久了，起码十几二十年没在一起。对的，你等你点时间呢。嗯，不像，其实我觉得一起做菜也是一个把这个时间在一起很好啊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也是个乐趣，那多做菜。先开枪开喽，准备出锅喽，米线。哎呀，从小就喜欢吃米线，我小时候米线吃的太多了哈。哎呦，这个沙拉弄起，你的背可以挤了。限量版的红酒，酒是张杰定制的，跳跳翘翘的脚，这样就好像一大家子都团聚了。这种在一起的感觉可以经常有啊。健康啊，我们都健康。我迫不及待要吃这个了，哈哈，尖叫声来了。可以，这简直简直这味道简直拿眼了哈。太好吃了，就家的味道。我说你今天学的技术就可以拿回去跟跳跳跳跳小朋友吃哈，都可以尝试一下，就他们吃了就是拍手叫好嘛。哎呀，哇，这个米线绝了，那么久了给你吃顿饭都觉得真的奢侈，真的有点奢侈。很正常，可是我觉得其实很多很多家庭也都是这样子，这两年都这样。就是你不要说我，有些在外面工作的人他就是还是不是那么经常回去，对不对？来吧，第一碗先给你，这个给我。哦，要点汤是不是？哦，这才是绝配，是米线不得汤。就哎，回忆哈，这个米线，这个还是不是那个味道？妈妈开过米线店，小时候张杰吃过许多妈妈做的米线，是吧？这一碗牛肉米线吃了一定让人力量倍增，又可以步履不停地走上很久。卖大概1982嘛，可以。就要考你了哈，你现在就赶快要，赶快要说，我记不到歌名，但是我晓得。白鸽嘛。白鸽。哎，
天我。对，我对。对不对？对，我把声音打开。妈妈是张杰的头号歌迷，一边听一边吃，来。他的流行金曲是啥，取决于张杰又出了什么新歌。争取把这首歌学会。最重要是这个找到了我就觉得绝了。哦。这就是我小时候听的随身听。哎，对对对，从二十都是从路上。一直伴随你，就走在路上，哦、在磨练哈当时的感觉。哪里？人长大了吧？人长大了。我就是咋的呢？我是你，难得的歌曲，老的旋律。小时候上学的路又黑又长，戴上耳机，张杰就无所畏惧。当时我在成都人民商场哦，对，买的。这个又是很多年。当时花了好多钱呢？当时是花了120块钱了。那个时候可能我的工资也就是说大概。90块钱，哦，可能不是，大概应该是42块钱一个月。42块钱，你要花将近三倍的，三个月的工资，三个月工资嘛。这几年来最开心的，就希望你常常回家，常回家看看。哦哦，那首歌吗？回娘家，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。你要永远，你要想到。成都还有你爸爸妈妈在这儿等你的，肯定时刻都在牵挂着你。家嘛，这个才是一个家的根嘛，对不对？嗯。虽然我已经生根发芽，我已经发芽了，但是两边都是家。长路辗转，高低起伏之中，一家人总是相互支持。川剧也好，歌曲也好，一代代的情感通过他们传递。音乐是生活里的糖，而家人。是我们心甘情愿的羁绊。李玲玉、王菲、梅艳芳、那英，哇！我最早的听的第一首流行歌，我看我能不能找到啊？张杰跟吉他手郭真心一同在成都逛老唱片店。第一个就有，潇洒走一回，真心真意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可能我就是听的这一张 CD。噔噔噔，嘿，哈。嘿，那个年代很多这种。噔噔噔，噔噔噔，噔噔噔。对的。我还记得当时我听的这首歌，跟我姐在我的房间走秀，就在我们爷爷的那个，就是门前去走秀，往前走。走秀啊！走秀，就是个模特这样走。T台，对。这样走一走，然后回来，然后转身。哇，这个我都听过。离开你的第七天，外面张学友。对，我。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对。哇，拥有偷心，在雨中的雨停。哦，对。是不是？对。还有这个冬天不太冷。我与你走完整整整夜没蓝。哇，还有我喜欢的偶像。对喜欢音乐的人而言，进入一间好的唱片店，犹如一次小型的朝圣。哇，这张专辑好经典！这里面，我当时练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歌舞蹈，我练舞蹈练吐血。真的吗？嗯，就是一直练，上午一直练，一直练。我妈说快来吃饭了，我一直练，然后练，我就觉得好像胃有点不舒服，然后跑到洗手间里面去咳嗽，然后就咳一堆血出来。我说哇，不能再练了，走火入魔了有点。我这还有一个哎，这是我出的那个国外的那个英文专辑 ，Kill the World, Rest God。这是在那，这是你从Berkeley回来出的吗？对，这个很像一个。这个做的精致，是不是？老板觉得喜欢的人还不少。这张其实我很喜欢的，你看，然后放一下。哦，但是这个可能不好放，能放吗？老板，这个可以放吗？好放，好放，老板。嘿嘿，我这里啥设备都有，我就放，没事。这首歌是 Cure the World， 治愈。哇，这很潮的编曲。对。选秀出道，最初在镜头前拘谨害羞，不是最讨喜的那一款。但他只是低头打磨音乐，默默去伯克利进修。
这个我就是想要完全唱一下国外的东西，我看看到底能怎样。哦，明白了，这张专辑都是这种感觉的。对，全部是这种。这样西方东方来回走几遭，不知不觉，当初的拘谨少年变得放松坦然，聚光灯下又气场全开。对，你要拿来自己用。看一看，哎呀，发现了！是被成都爱着的小孩，出道十九年，第一张专辑还被故乡的唱片店细心保管。帅，二十一岁的我，二十一岁，帅得很。一段用心演绎的《爱之宣言》，你是所有，所以说我的歌名就叫星星了。哦，北斗星的爱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听一下，老板。好，我们听一下，听一下，我北斗星的爱。哇，我的妈呀，这个是太早，这2004年、2005年的专辑是不是？这个早。哇，来了啊，时代感来了啊。 Play， 这是专辑的第一首歌，当时放第一首因为觉得比较欢快，就不要一上来就听到了北斗星的 1 2 3 GO。 音乐可以让人放松的嘛，很多人他很内向，就像我早期很内向，但是没有渠道也不会讲话，所以突然觉得音乐是一个打开另外一个门。你是我的现在，也是我的